上海第一四十三公园公路，不胜不出，出则必胜。大家好，我是海洋宋老三。今天这期是国服第一系列上海第一元素，元素高红度玩家们的一个福音，并且该队伍可以做到与皇冠五五开。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支持即是创作动力。首先要感谢上海第一元素主人公梦卧龙凤雏的分享。另外就是有想出配件表的兄弟们可以来直播间找老三，感谢各位支持，也欢迎各位投稿阵容，一经录用，大小月卡马上安排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先上国标和连川战报。阵容及战法组成方面，主将袁术，战法选择燕竹风飞、文姿营垒，兵书选择满勇飞勇、文涛、石瑞。副将 SP 朱俊，战法选择无党飞军、当风催绝，兵书选择齐正相生、文涛、石瑞。副将举寿，战法选择八门金锁阵、英城自守，兵书选择齐正相生、文涛、石瑞。加点及装备方面，袁术全智力加点，装备必备灵动，有出奇马的可以选择上出奇马。 SP 朱俊20点速度，做到比对面的蛮宠快，其他全智力加点，装备必备圆主甲。举兽全智力加点。组队思路方面，该队伍可以理解为八匹群攻，有多穿能力，有当风在基本可以打其他所有队伍。战场藤甲多的话，袁术本营可以换成撼天吃地，因为有兵种优势，对于 SP 关羽体系来说基本上是五开。共存建议，建议这边与暂避刮骨麒麟共存。最后就是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感谢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。